家里人给你压力了。你别乱想，和你在一起的人是我，不是我的父母。能遇上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。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还是会坚持自己的选择。维尼，我们两个现在是一个阵营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是大树上面的菟丝花。我有能力，也有这个勇气，和你一起面对那些是非。我知道。那什么时候你安排和你爸爸妈妈见个面？他们见了我以后，会更加了解我的。我努力，一定让他们喜欢我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人又这么可爱，他们肯定会喜欢你了。只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可能不太适合，过段时间吧，过段时间我来安排你们见面。好啊。一心，我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我，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，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做到。我应该谢谢你，以前我都过着别人眼里光鲜亮丽的日子，自从我遇到你以后，我才觉得生活那么的美好。你那么爱我疼我，我真的觉得很幸福。以后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嗯，等以后我们结了婚，我就退出娱乐圈，安心做你的潘太太。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但有一点，千万别因为我而委屈你自己，知道吗？我退出娱乐圈，并不是单纯的因为你而牺牲我自己的事业，是因为我一直很渴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现在已经拥有了，我就想要好好的守护他。我们一起经营我们自己的家庭。一心，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了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尽快让你成为我的新娘，当上潘太太。谢谢。住院手续都已经办好了，你就别担心。医生说是小腿骨折，但只要我们好好照顾，很快就好了。嗯。你说我是不是挺不孝的？都没有好好关心我了，还总惹他生气。你会惹他生气，也都是因为我。你不
乱想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我最近会来好好照顾你妈妈的，所以公司那边忙，你就别两头跑，别把自己给累坏了。祝你生好。 上次温暖去外地，在曲总上飞机之前达成了合作意向。现在正式合同已经签下来了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公司纷纷重新要跟我们签约合作了。可是以公司目前的人员状况，恐怕很难应付。您看需不需要重新招聘一批新的员工？上次我们在五八同城招的那一批就很不错。就按您说的做。好，那我去办。啊，对了，前两天我去看高总了。 大夫说他恢复得很不错，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是啊，这幸好是良性的。嗯，现在真是一个好消息接着一个好消息。如果到那个时候，管总也回来了，那无疑是给大家打了一剂强心针啊。放心吧，咱们签约了，一定会越来越好。 谢谢你，真的，这段日子如果不是你们陪在我的身边，我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。也谢谢你，郑总。那我先去忙招聘的事了。嗯。 周阿姨，来，该吃药了。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不用你操心。吃药一定要吃的。南贤呢？南贤在公司，他说忙完公务马上就过来。跟他说不用来了，我现在就要出院。周阿姨，周阿姨，周老师，你当心点，你的腿才刚受伤，别管我。周阿姨，当心点。